Go Go Power Ranger， 充满回忆的超级战队金刚战士，现在在掌机上也可以玩到喽。而且透过 NDS， 你还可以自由变身，再将强力技能卡插进装置中，就可以享受英雄啪啪照虐裸裸的快感喽。一起来看看游戏介绍吧。由万代南梦宫推出的《金刚战士》是以日本东映人气特摄连续剧《金刚战士》为主题的 RPG。所谓的《金刚战士》为东映超级战队系列在海外地区所推出的改编作品。本作为一款横向卷轴类型游戏，游戏中除了左右方向之外，还收录各超级战队系列作品中玩家们所熟悉的变身系统，玩家可以切换战士行动。搭配多样的卡牌来施展各种强力技能，游戏还收录众伙伴协力合作施展的强大必杀技，让玩家们能享受化身超级战队英雄变身痛宰怪人坏蛋的战斗乐趣。快拿起你的 NDS 一起变身吧！